为多避免因为武汉与人民之间国内外销为主的农产品受到影响，农委会了实施几件电商平台合作推出优惠活动，超过6000项国产的农产品被消费者对日前意见就算没出门也绝对面露当买之多，希望透过两种方式稳定国内农产品的销售量，减少农项目业者的损失。无论是逢年过节，也是姊妹姊妹齐齐感恩，为到片面的带有澎湃农会外销为主的农业产品，武汉喜阳安阳厂还没收到奖奖。农委会外合名录平台同公进商，本来的农业产品利用内销市场的提升，逐步外销的损失。从年后开始，就是媒合开始到现在，除了有增加新的合作的平台，那也有增加原有的平台的出货量，成长数字目前我们现在看起来大概已经快两倍了。农委会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民众咳嗽、痛风、外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为了不关你，不是出门，没事买到好品质的农产品。农委会同国内44间名录平台，叫下盼台湾农产加研发550个发通，希望感受疫情对农产品的影响。一家咪讲，供应多两万，一直差不多心中两到三箱。购买能够得到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希望能够。让这个整个农产品的消费跟市场的更加的一个稳定。满500块，他就送50块的那个购物金嘛。那对那个农友来讲是有得到实质的帮助。那对消费者来讲，他有得到鼓励，说啊，我买了500块就送了50块，它是有正面的效果的，非常有帮助。农委会咪讲，透过名录平台嘅天数，为社会主界帮你试听，厨师到了下，竟然卖超过1500万口，差不多100公吨。希望透过名录，台湾嘅农产品投资性基金卖在有限中，每按算两百个销售量，是超过3G。看看新闻，我们下录音频特别报道。